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中，任何物体都会漂浮起来。就拿宇航员洗头来说，由于水滴会漂浮在空中，因此在洗的时候只能在发根处挤一点水，然后用手指顺着头发让水湿润每个发梢，而这个动作必须要快，否则稍不注意水就会飘满整个舱室。不仅如此，就连我们平时喝水的动作在太空中要格外小心，要是用吸管喝水，就会像下面这位美国宇航员一样差点发生意外，一颗巨大的水球直接堵住他的嘴巴和鼻子，呼吸的困难使脸部变得狰狞起来，吓得他也是赶紧用毛巾将水吸附过去。而这也仅仅只是水在太空中的样子，那要是换成黏糊糊的蜂蜜，结果又会怎么样呢？只见下面这位宇航员就将蜂蜜带到了完全失重的环境下，打开蜂蜜罐子之后，蜂蜜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状态，就像融化的芝士一样越拉越长，无论怎么旋转晃动始终都没有在中间断裂。面对如此丝滑的蜂蜜，宇航员的玩心也是大了起来，竟然直接转动瓶盖将蜂蜜拧成了一股绳，可不管怎么折腾，这罐蜂蜜依然韧性十足，完全没有被折断。这就不禁让人产生了好奇，失重状态下的蜂蜜还会和以前的味道一样吗？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还想看关于太空的哪些实验呢？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